好不爱你看到车子走的正是马路，没错，只是这疑似溪水暴涨溢流，高雄六龟新开社区部落，马路变水路，不止家门口的防水沙包被冲走，眼前滚滚泥水向下冲，妇人骑车卡在路中，进也不是，想停却也停不住，这下马路变激流了，机车被大水带着就快被冲走，只见骑士几乎快坐到脚踏垫上了，双脚用力努力撑着，就怕这一松懈连人带车顶不住，快点吧，本来是要拍马路激流的民众立马丢下手机去救人，没多久救护车也来了，因为妇人双脚擦伤被送医治疗。家己家叫我最伤愈啊，我然后我十公分啊，伊即马叫消防队的代志我唔知啦，阮家我咧入水个啊。8月11号下午从4点到6点，2个小时，高雄六龟就下了76毫米的雨量。洪水的水呢？溪水老大吗？哎呀！瞬间豪雨让社区住户大喊：我家门前不止有小河。我家门前整个马路都是水，马路几乎出现激流等级的泥水滚滚冲刷而来。中央气象局持续针对高雄山区也发出豪雨特报，午后对流发展旺盛，这短延时强降雨让六龟新开社区的马路在这短短2个钟头内瞬间变身湍急溪流。TVBS 新闻庄胜雄和一红彩文高雄采访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要开启小铃铛哦。还有，下载 TVBS 新闻手机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